哥在网上报名，我就有灵感，觉得嗯，我应该会被抽中。就没有想到会是我，因为我前两天还做噩梦。那我这样进入演艺圈一炮而红怎么办？偶像哎、欸，这比看那个什么金城武啊、刘德华还要兴奋。他说：“欸、你这跟虞美人好像哦。”他常常讲话就讲到我们心坎里的某一点这样子。很多人都透过你的节目得到成长，然后希望他继续努力。说那个汤底呢，他会再煮稀饭，再打一个蛋，所以那个是最精华的地方，所以我一定要耽误到很晚吗？有，我们安都上来了，讲了，他说多晚都没关系。是哦，好，对好好 ，OK， 今天就让给你了。好，我们开动吧。就很喜欢美人节，爱美人节啊，看到你就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希望常常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你。这样没有想到会是我，因为我前两天还做噩梦。想说最近应该很衰，就没想到很幸运接到这个电话。三位，今天只有三位未婚。我们上一次网剧都是未婚的，真的。那我们这次抽到的都是已婚的比较好。这样才公平啊！啊，有人从台南来的哦。这里。他说他这辈子第一次吃海胆。的题目，来宾如果请高国华的话，是各位观众们可以忍受，还是我实在受不了的一个人？那以前我同学都说，那个人家是经典，我现在然后我就说，他快被我吃完，因为男人会晕啊，但是他没有在问。我没有婆婆，也没有小姑的问题，但是梅姐有没有？妈妈如何相处的是，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是有一些问题，对，那个也是很难去改变的。对对对对，我想要拜托美人姐，就是可不可以在节目上面多做一些，帮我们台湾的女生多争取一些地位，好吗？对，或者是加油加油加油，大家加油！从戏子过来的，可以叫我贵妃。我怕我这样进入演艺圈一炮而红怎么办？从此进入演艺圈。对，然后又害怕找不到地方，好想赶快准时到处问人家到底怎么走，因为我们不是当地的人。我已经好几天都没睡好了呢。大家跟我一样吧？是的。我连过个红绿灯都忘记要转弯了，就只好直直走了。同事大家都说我跟他很像。然后我的病人也说我跟他很像，对，有时候我在做检查的时候，然后病人会忽然间好像停格了一样，一直看我。他说：“欸、你这跟虞美人好像哦。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我笑起来也有梨窝。我妈说好像，可是我说还好啦，人家比较漂亮。Yeah! 好，关门。对呀、啊。几楼？四楼。好，你这样好疯狂。剧团，好开心哦！好开心 ，School Girls， 耶！想要看电影要找我们。我们是全台最顶级的 VIP 厅，在每家的位置上面都有一张我们严选的饭店级的马卡，在右手边扶手的下方有两个按钮，可以将这张座椅自由调整到您需要的角度。本张座椅最多可以到全躺，可以坐好后就可以睡得着。好，各位可以试试看，在右手边扶手下方，好，可以调整到您自己需要的角度，还有它的波形。各位可以将波形换上，可以解除您一天的辛劳。好，各位送上一份我们整体的专家的爆米花，每个人都有一份。整个厅的音响都是用。杜比 QSG 最高的扩大机跟 JBL 的音响，等下各位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最好的礼物震撼。各位等一下，哭尽量大声一下，笑也大声，像我们美人节那么大声就好。希望来支持国片，爱护国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。我就很像高中女生，今天是一个高中女生的 party， 耶！开心的。我很喜欢美人节，就是她有一些。生活上的分享啊，
类似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他又很幽默，他常常讲话就讲到我们心坎里的某一点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喜欢他的应该都是那个感觉这样子。透过你的节目得到成长，然后希望他继续努力，多做一些对社会有正面的力量的事情。我觉得他这一点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人了，对，希望他能够做到就是正面的力量这样子。一个来，好 ，OK， 谢，加油，谢，好。谢谢，好漂亮，谢谢。